我要解说的是小财神。首先，我们肤色360，连接红色260，然后做一个师兄。肤色做10，红色在后面做10，做扭转。肤色做凶耳，红色在后面做10，连接。肤色留一段球皮过来，连接备用。红色做3，熊耳7，熊耳3，连接。红色我们做灌顶，先做连接，然后消气到中间，做5+5。连接消气连接，然后在后面再做一个7固定连接。接着我们做两边，以60红色做两个熊耳，一个黄袍，一个4，然后再做一个熊耳连接。左右同样的动作，接着我们做红色，先做一个熊耳，连接在球皮的中间，再做两个熊耳，一共3个熊耳，然后再做一段手握棒，黄色160做连接。做一个8连接，宝石塞好。我们这个好可爱、喜气又富贵的小财神完成。